好啦，那今天要来玩这个宅男的人间冒险、那这款是什么游戏呢？其实我一无所知，不过感觉起来应该是文字冒险游戏，因为我看到了左上角有个贴图，然后那个女的不知道是不是史莱姆，这应该不是什么色情游戏吧？我看标签是没有，对吧？应该是蛮正常的。反正这个游戏是天狂那天说叫我玩，他就送到我的游戏库啊，强迫我玩。我在他的逼威利诱之下。我就玩那款游戏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其实我也是蛮有兴趣的啦。毕竟以前其实有段时间还蛮喜欢玩那个文字冒险游戏。对，那我们就随便看吧，看，因为它好像在有很多路线，所以我们就随便。第一轮我也不要刻意去解谁或怎么样，就是就照我想要选的顺去玩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之后再那个，稍微输入我的名字啊，不然我名字就叫做。天狂好了，天狂生日几月几号、八月七号好了，帮你弄一个八月七号。我的名字叫天狂，今年18岁，平时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面当一个废人。18年以来。我都是自给自足，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啊，我好想感受一下谈恋爱的滋味。为什么我单身18年？我好想谈恋爱。打呵欠。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为什么闹钟会响啊？明明可以再睡一个懒觉的。不管了，继续睡。果然是 otaku 啊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今天约网友吃饭，而且还第一次见面呢。我得要赶快起来这个盥洗哦，要给对方一个好印象才行。不过盥洗之前，我还先把空调给关了吧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关空调啊？怎么关？哦，这里吗 ？Git 啊，好，尝试关闭空调。空调怎么完全没反应啊？难道遥控器出问题了？按一下详细物品，看一下啊，什么问题？怎么没有电池啊？那你明天你昨天怎么开冷气的？算了，我记得房间好像有备用电池。梦游症，这三小，这是 Q 的玩偶，去年从动漫展上面买回来的 ，PS1 的记忆卡，小时候记忆都在里面。日常开销笔记本，因为我每个月都花光，所以没什么卵用，废纸，有空的时候扔掉。啊，有了一盒电池，还拆开啊？哎呦，好逼真啊！好啦，放进电池就没问题啦。这游戏其实有点像那个密室逃脱的感觉。是前座是不是？它是它的前座啦。我这游戏还有前座，看嘛，如果好玩的话，之后可以再找前座来玩。天狂，开冷气。充满能量的遥控器。好了，终于马上把空调给关了。来去洗手间盥洗一下。电脑不是玩电脑的时候。缺了头的模型，上周被亲戚家的孩子不知道弄来去了。对，最讨厌就是有那个小朋友跑来你家，把你的那个模型在那边弄来弄去。Git， 为什么要下面藏卫生纸？朋友送的海报。我的床很好睡，还手机，普通的窗帘，电脑椅，好了，走了，夏日摸摸茶，好了，盥洗一下，总不能让他见网友吧？在哪里啊？看一下，其他都不能点那黄黄的是什么鬼？
毕竟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，出门前记得尿尿、刷牙、洗脸，还有剃胡须啊。这什么东西？是三小啦？为什么还在说玩手机游戏啊？三小，现在不想拍照。啊、真的假的？从网上认识的妹子，真的还假的啊？哇，天狂！哎呀，认识的妹子自帅气的自拍照，胡须都不剃。天气也不错。虚拟人偶，虚拟偶像错音，我很喜欢错音啊。强哥有力的右手，你强哥有力的右手看到了，我感受到了。好的，不见不散。哇，聊好多、哦。你好，你是我交友网站上加你的，哦，好像有点印象哎。其实我看到你的照片特别美，所以才加的，哈哈，哈哈，谢谢。其实不是特别漂亮啦，我觉得好看就行了哈，谢谢。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你这是怕我的意思吗？嘿嘿，别拆穿了。哇，天皇这么主动啊！哎呦，我以为他是网络一条虫啊。海珠区有情调的咖啡哦，不见不散。可是人家根本没有说 yes 啊。这种我觉得人家根本没有说 yes，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下去了，好吧 ？yes 呢 ？yes 在哪里啊？好，不管了，先拉泡屎。这怎样？准啊！有点歪，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上厕所还这么歪？原来天狂偏右啊！哎，我知道了，早上起来总是特别难以控制嘛，对不对？不买点数卡，妹子不会出来吧？没错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买了点数卡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怎么样讲的啊？就是早上起来比较难控制，为什么？因为早上起来很有精神啊，精神抖擞，洗澡，刷洗脸。我最讨厌他漱口那边，那个真的超吵的。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有人那边刷那个刷洗脸这样弄，我就觉得很想打他。刮了胡子会显得更帅。帅，把头发也给刮了好了，最帅那一种，既干净又帅气。好啦，这个面子能干嘛？面子应该不能干嘛吧？昨天洗的衣服到现在都还没去晒，不要这样会臭好不好？就洗完就晒好吗？你这样会臭啊！真的很白痴哎、欸，这个人到底怎样？哎，钱包，那什么头部零件 F。还剩下五个零件，全部都在我家里面，是不是？通风口，好啦，看来，对啊，臭死了。头部零件 C， 剩下四个零件。不约会不去约会，在那边找这个东西，钥匙，找钥匙，钥匙怎么藏在这里啊？这样的东西也点不到、啊。密码就是我的生日跟日期哦。八月七号生日，头部零件，为什么在里面啊？亲戚的小孩到底是怎样啊？很会，早期在拼是不是？头部零件低，不会鞋子里面也有吧？窗帘，39寸的电视机。约会不约会，在那边找钢弹零件，在哪里啊？
电源开关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电脑零件后面不知道有没有，底下呢？有啊，设计在这边啊，只是缺头而已啊，好像还缺，现在还缺一个零件是不是？还是都已经找齐了？哦，还缺两个零件，普通的灯管，啊，这世界有点乱的漫画单行本。灯管没什么特别的，普通的窗帘，没有哎、欸，窗帘打不开啦，那我觉得应该在浴室里面，镜子里面的我还蛮帅的，哇，自恋啊，太自恋了吧，哎、欸，找不到哎、欸，可以出门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出门的话就没那个啦。平常用来喝水。房间抽屉我刚才已经打开过了。洗衣机里面，洗衣机里面有可能哦、喔。奇怪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不是要出门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剩下最后一个零件。奇怪，明明就要出门，在那边找钢弹模型。我主角是有什么问题？你白痴吗你？面子盒啊，有可能啊、哦，抽一下。啊嘶啊嘶啊啊！头部零件有了，可以把模型拼起来了。不上去吗？不是啊，一定要先拼这个啊！一定先拼这个不是吗？我们先拼这个啊，先拼这个啦。然后呢？然后先拼，不行哎、欸，那照顺序拼吧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超智障的，我的模型复活了，我再也不想让别人碰我模型了。好啦，可以出门了啦。啊啊！天狂，话说我今天就要跟网友见面，就是这位美美小姐，实在是太正点了，居然可以约这么漂亮女生出来吃饭。光是看照片我就脸红耳赤了，真是让人家激动啊！别想了，赶快出门吧，待会就可以见到真人了。鸟的叫声，哇塞，天气真好，我相信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。好啦，虽然到约定的地点不是太远，不过要步行的话有可能要30分钟，太远了吧。我应该坐什么交通工具过去呢？哦，先存个档好了。天狂坐什么工具过去啊？坐公车会塞车吧？搭地铁去好了啦，搭地铁去就不会塞啊。来到地铁站了，嗯，就在这边等地铁吧。这为什么有一根奇怪的东西？痴汉是不是？祝你旅途愉快。啊，两个妹子。啊，好可怕哦！最近上网看到很多电车痴汉的问题。啊，对啊，好像没抓到犯人呢、欸。真的很不想要坐地铁，但我们上车要小心一点。大家都好像很担心电车痴汉的出现。哎、欸，你看那边那个男的，嗯，他们怎么突然看我？哇，这个人感觉好像痴汉哦。不要和他对视，我们到其他车厢。
什么？我是痴汉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列车即将到站，请不要超越黄色的安全线。算了，不管，上车吧。哦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比约定的时间还找到了 KY 咖啡。KY 咖啡是怎样？这个是我平常最爱来的咖啡厅了，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点。我猜里面应该，还行哎，哇，天皇的品味还不错嘛。好啦，看来不找空位啊。挂画的下面，旁白说天皇坐在了挂画下面的位置。先生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吗？啊，我在等人啦，待会再点东西吧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。虽然一切准备就绪，但心情还是有点紧张。万一真人跟照片完全不一样怎么办？现在网络上很多人都骗人啊，照片都是修图的。如果对方是个丑八怪，那我要走还是要跟对方继续聊天呢？假设对方真人是这个样子，聊是不是？哇，天皇爱这一位的啊，原来你爱好这一位啊 ，OK。改天帮你介绍几个。糟了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哎。你好，请问你是天皇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哇，本当ですか？本当ですか？你好，我是美美。哇，居然不是网片，而且我比照片还更好看哎。你好，我是天皇。你好，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才刚到而已啦。你午饭吃了没啊？哦，还没有啊。有推荐什么吗？啊，你问对人了啦，这些东西很不错哎。我平常都很爱到这边吃饭啊。waiter， 你好，两位，请问需要点餐吗？是的。吃啥？我怎么超喜欢吃啥？管他的，约会女生。我觉得帮他点一碗，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这不是咖啡厅吗？咖啡厅，不然帮他点一个热干面、酸辣粉、麻婆豆腐、叉烧饭好了。小姐，你需要什么？点点点，这功能表是不是很吸引人啊？给一杯水就好了。菜单乱七八糟，我好像想起我刚刚吃的东西。你真是一个健忘的人呢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长得帅吗？你觉得我长得帅吗？虽然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帅，但我自己感觉还蛮良好的。你怎么都不讲话？先生，这是你点的叉烧饭。小姐，这是毕竟是你的水，请慢用。那我不客气喽。哇塞，真的太好吃了！你真的不要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在外面打个电话。哦，好啊。这边东西真的太好吃了。30分钟后，怎么妹妹打电话打那么久啊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一直等到见到妹妹为止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相信妹妹。他不会突然丢下我离去的，我会一直等，一直等下去，直到天荒地老，证明我的真心。妹妹，我等着你回来呀、啊，等着你回来，妹妹，可不。可不，笑死，好写实啊！可不，太可不了。该不会按 Ctrl 可以加速吧？不行哎、欸，他按 Ctrl 没办法加速，连
狂哦，阿斯，哇，好正啊！你觉得他不是有看到天狂的照片吗？他该不会有看到天狂的照片？好了，先存档好了。啊，不然点一个热干面好了。什么？哎，不是一样吗？你喜欢城市设计吗？城市设计真的好玩，可以自己编程写游戏。要不要我教你？我觉得他一定会跑的吧。你不管选什么，他都会那个啊。对啊，你看他在外面打电话了。你看天狂，天狂就是被人家那个醒悟。我明白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之前见到面的那些女生都这样，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有什么不好？你需要纸巾吗？美美，你回来啦！先生，你想，我想你搞错了，我不是美美，我要结账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虽然我真的想要找一个女朋友，但我也习惯一个人的生活啊。女朋友什么才不需要嘞？哼，哭的口有点干了，去便利商店买杯水喝吧。嗯，感觉不错，冷气还蛮凉的。欢迎光临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我看看啊。现金200，山下智博写真集。山下智博写真集是什么东西啊？矿泉水40公里，密函999。先生，带够现金再来啊！先要黄金螺丝刀。这时候，门外有一个少女走了进来。进来的是一位身穿白衬衫、头戴画家帽、有着嫩白皮肤、犹如主角般闪亮的少女。啊，是美少女，她好像在看我这边怎么办？糟了，四眼相交，感觉我们在对视啊！我该怎么办才好嘞？为什么她一直盯着我啊？这样我可能会很害羞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找个话题跟他说呢？先扯个他。向他告白，我好喜欢你，可不可以跟我交往？好的。告白啊！有时候，爱情就是这样如此的莫名其妙。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，什么时候会走。我只知道，当爱情来临的时候，你挡也挡不住。或许你当尝试接受后，你会发现这才是你现在真正想要的。笑死！被刚了，神作，天狂被刚了，没有关系啦，被刚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刚才不是存错了，这边吧。找话题跟他讲，问对方名字好了。哎，你好，我叫天狂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天。糟了，气氛越来越尴尬，我就不该多嘴，乖乖当个死宅有什么不好？跳板上灯怎么在摇晃啊？那你，糟了，灯掉下来了，这样会找到这位少女的，该怎么办？看一下，什么都不干。
哇，你没事吧？好像有点头晕。啊！流了好多血，你快醒醒！怎么办？完全没反应了，赶快叫救护车吧！哦，好好好。怎么样，医生？到底怎么样？他死了。什么？你是他的亲属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那刚刚怎么被灯砸到的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要问我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那么紧张干嘛？不关我的事，你不要问我。我先走了。喂，你等等。哎呀！真是太可怜了。如果刚才反应快的话，可以救他，不过也不一定。万一砸到我，那么挂的就是我了。算了，别想，心情有点低落，找地方散散心好了。天广是不是？天广是不是有绝缘体啊？你是不是天煞孤星？超夸张！想到一个好地方，超霸机厅。好久没来打游戏，不知道老板还记不记得我。不过今天要能打到才行。猪狗之拳不是龙虎之拳，怎么变猪狗之拳？商场霸王没人是我对手。哇！怎么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坏机，哎，一班废物。哇，一群废物，哇，还抽着烟啊！居然咁多人喺度，都冇一个人打得赢我噶。你哋真系令我好失望。你我好失望啊！哇，这女生什么来头？好像从前没看过她，而且还有语音。难道我们真的没有跟打得赢她吗？啊，白色衫嗰个。白色衣服这个啊，哎，叫我吗？哎，叫你啊！你好，有何贵干、啊？要不要跟我比一场啊？这里没有我的对手，真的好无聊啊！行，哎，我还不能存档哎，好啊，比就比啊！啊，这两个游戏代币啊！靠，去哪边弄代币啊？禁止吸烟，你还抽？啊，有了！汽水罐，炸弹，道具哦，原来是道具，吓死了，恶心的垃圾，为什么里面会有炸弹啊？不是，你不直接去买就好了吗？你有必要这样捡垃圾吗？哦，一个不小心就开了。我记得不是可以开这个吗？要一次螺丝刀。哇，好久不见！哎，米高，你怎么今天打扮？是不是很帅？很适合我吧？简直天衣无缝！很久没来了，最近很忙是不是？还有洗衣机耶，好多洗衣机啊！好啦，那你自己玩啊，我旁边坐、啊。好，那我自己玩。大型魔方机器。哇，硬件机比较难啊，硬件机超难的。我靠，三小啊，你坐在那边干嘛、啊？我想喝水，口很干，不想讲话。哈哈，海拉山陀死是这样，以撒的结合是不是？
到底在干嘛啦？我那时候没买水啊，可惜。宝剑啊！啊！别狂！怎么像我？哪里像我？不像啦，不像啦。谁先赢三分就赢了？不是要，不是要跟我打快打吗？怎么跟我打这个东西？哇，好强啊！哇，好强啊！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改善啊？你害我输了，什么东西？啊，好。哎，怎么突然周围黑黑的？有没有人啊？哇，好强的光线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到底是谁？我是单身之神，单身狗的神。什么？好奇怪的神！你找我是要干嘛？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已经完美的错过几段姻缘了。你相当完美的展示了一番你单身的能力，我十分欣赏你。哎，怎么我的身体挤娃娃？你已经慢慢的接近神的境界了，你这辈子已经不可能脱离单身了，单身真的很快乐啊！不要啊！我看戏也一个人看，我放假也一个人放，我说笑也一个人笑，我说唱也一个人唱。我是一个人吗？汪汪汪！吉娃娃。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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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兄弟，单身狗本人。哎，怎么从这边开始接啊？什么都不干，等一下，盖那边没办法那个。选一，等一下，我先买个水吧。说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程式设计师。啊，灯还是掉了。那我没买到水怎么办 啊算了，我还是救他好了啦，先救他吧。小心呐、啊！你干嘛、啊？你这恶心家伙是不是想占便宜啊？不是，是因为那个灯。哇，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没有砸到啦。实在是太抱歉了，我会马上维修一下，真的是很对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你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哈哈，你没事就好。你怎么啦？那个来，腿好像有点扭到了，该怎么办？我帮你挺一下吧。脚不能扭到了，不如我帮你舔一下吧。嗯，怎么啦？我唾液是专门治疗扭伤的啊。少女拔腿就跑，迅速离开便利店。不是脚扭到了吗？什么？骗子啊！脚根本没扭到啊！算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用到它。
笑死，笑死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看一下啊，单身凭实力啊！我送你回家，不如我送你回家好了，好像是有一点扭到，你扶我到门口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啊，扶稳喽。现在好像好一点了，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不用了，我家离这边很近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可是你脚扭到了，不方便爬楼梯吧？死缠烂打哎！我家有电梯。那么你叫什么名字？抱歉，我先应该自我介绍才对。我名字叫天狂，是一个普通的。死宅，死宅，对啊，就是平常不怎么出门，每天在里面看动漫、玩游戏、玩模型那种的。这样子我就好像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叫我老婆就行了啊！老婆？什么？老婆？听说死宅都喜欢叫人家老婆，不是吗？我老婆，哈哈哈哈哈。天狂，你老婆啊？是什么情况？那么我先回家喽，有缘再见。好的，老婆，拜。好像有点奇怪的感觉，算了，不管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。好吧，最后还是会去那个啦。马上走起，打电动游戏啊。老婆真好用。对啊，这样我还是没办法拿那个啊。反正不管怎么样还是会来这里啦。帅啊，最帅的那个。对啊，我觉得反正都会来，对不对？应该要买那个水才对。没差没差。水不急，水不急，先存个档。哇，只有六个存档的位置啊！哎，入居然讲你哋，你、欸、啊，少女又来了，泼街少女，人家是高分少女还是泼街少女？来啊，不会输啦！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！竟然可以揾到，点知都系个废，冇废物，废物，扑街啦！听唔到我再讲，再听唔到继续讲，讲到你听到为止。怎么会像你这样女生啊？系啊，好少我呢啲讲嘢咁实在嘅女仔咯。你啲死习又迟钝又核突，又迟钝又核突，样又唔得 ，taste 又唔得，居然连打游戏都唔得。打击都不行啊！跳楼啦！跳楼啦！我靠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身前可是很可怕的哦！怎么啦？怎么啦？怎么吵架啦？他欺负我啊！哎呀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！你干嘛拉我出来？你就不要跟他吵了。你可能太久没来，那女生很经常的来光顾的。他虽然嘴巴比较毒，但人还不错的。哪里不错啦？我看他根本没有一丝优点。哎，你有机会跟他再接触的话，或许你会明白他的优点的。好吧，时候也不早，天也黑了，我还是回家好了。下次再过来玩。终于回到家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火灾？不过家里面楼下怎么那么多人？哎，火灾啦！
平常没有注意到防火安全。嗯，那好像是我家、啊。哇！先生，你不要在那边大声喧哗、啊，我家着火啦！你家？啊，你就是那边的住客吗？啊，对啊，到底情况怎么样？目前起火原因还不明白啊，不过火势啊已经得到控制，暂时没有人员伤亡。不过你家基本上完全烧焦啦。啊，我的电脑里面好多珍藏的影片都烧了，人安全已经很不错啦。我希望你不要太难过、啊。不过今晚你应该到别的地方去睡觉了啊。等我们调查完起火的原因再联络你啊。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啦。如果只是普通的意外，那应该就没有太多后续的调查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吧。今晚好好的休息啊，调整好心情啊。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家手电漏电了吗？算了，别想了，得思考一下今晚睡哪里。打电话给波波问问。波波，喂，天华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波波，我家发生火灾了，我今晚可以去你家过夜吗？这么严重？没有问题，你过来吧。太好了，十分感谢你耶。不过你睡客厅不介意吗？没问题啊，我现在有地方睡觉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好啦，那我在家等你啊。哦，我待会就到，感谢。波波人实在太好了，不愧我有我这么多年的好朋友。灰袖子，太衰小了吧？上次去波波家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了，怎么楼梯都没有灯啊？而且阴阴森森的，难道灯都坏了？天狂啊，好久不见呢、欸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没事啦，就我家被烧了。你怎么还养鱼？你为什么还养鱼？红龙，太可怜了。不过人安全就好了。啊，今晚打扰你了，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你才是啊。今晚就只能睡客厅的沙发了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我已经很满足了啦。对了，聊了那么久，都忘记给你倒茶，你等我一下。嗯，有点奇怪，怎么家里面也没开灯啊？周围还很暗。来了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栋楼里面的灯都坏了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来吧，喝茶啦。哇，真正好喝哎，是什么茶啊？这杯叫做人地吃药我饮茶，这是一杯好茶。好啦，我要去睡觉了，因为我明天就要去找工作，不能陪你聊天了。没事，你去睡吧，早点休息。晚安。天狂躺在沙发上面，糟了，精力旺盛，完全睡不着。起来，找点事情做好了。波波的家，浴火焚身，投币可以扭一次。音箱嘛，可以放 CD。他是都没电是不是？客厅的沙发。波波的品味真快。哈，普通的鞋子，闻了一下，不错。空白的挂画。
我的杰作完成。我猜波波一定很喜欢这幅画，所以一直加了40点。睡得很香，不要吵醒他了。他是不心情特好，把妹守则，要表现大方得体，请吃饭不要吞吞吐吐，注重仪表，表干净整洁，头皮屑跟指甲够长，不要过分主动。学弹钢琴，长得很帅，其实干啥都无所谓。有钱的话，其实干啥都可以。又帅又有钱，得学习一下怎么样婉转的拒绝异性。如果不帅又没钱的话，多玩游戏，心情会好一点。有道理，嗯。看来波波也是挺认命的啊。哎，吓死谁啊？坏掉了西瓜。波波的潜力。便当。所以只增加了10点，散发着一股恶臭，完全不想碰。还是别在男人家洗澡吧，我怕波波把持不住会冲进来。三小。25岁，性别半男半女，兴趣哦，穿女装，性格特点，冷静，洗澡乖不痛，放轻松，一下下而已。洗澡乖不痛，放轻松，提升特工，减少敏捷。突然间觉得好困哦。天狂啊，起床啦！天狂啊，起床啦！哎，早啊！今天我要去找工作啦，所以我得出门了。哦，那我也起来吧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不能让你睡懒觉。这没关系啦，是我打扰你才对。对了，这还给你哦。哎，怎么在你这里？这是我的简历。不小心拿起来而已啦。好啦，那我出门了，你可能得找个地方溜达一下，陪不了你啦。好，下次见吧。好，谢谢招待，下次见。波波转身就跑了，看来波波并不是很想招待我。哎，今晚也是无家可归，看来得想想办法了。哎，虽然是这样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一身轻松。我所有东西都忘记把波波加了，哇，走的时候太匆忙都忘记带上了。
啊，只好等今晚波波回家再找他拿吧。哎，起来的太早了，还是觉得好困哦。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。这里公园感觉环境不错，空气清新。在那边长椅上睡觉都觉得好像自己变流浪汉，但我现在真的就是流浪汉啊，哭。嘿、hey, 嗯，你是谁？我是来提醒你最好存一下档，因为这个游戏最好就是经常保存一下。好的，谢谢，我走了，拜。三小，哎、欸，有人叫我，先存档，危险。谁叫我？是你呀、啊，老婆，帮帮我，可以吗？怎么啦？有人在追杀我。什么？总之我现在要躲起来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暴露我的位置，可以吗？好啊。谢谢你。老婆躲在了旁边的草丛里面。藏好了吗？不过你得帮我拿下这个，背着不太方便。哦，好。获得老婆的包包。哎，小子，又谁要叫我？刚刚很多人叫你是吗？没有啦。这就是最怕追杀老婆的人吗？感觉不像是好人哎。废话少说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头戴画家帽、灰色头发、白色衬衫的少女经过？千层荡，从玉老婆。有啊，拍照草丛，他就在草丛里面。Goodbye。啊！老婆他中枪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我没能够好好保护他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居然都做不来。更别谈能够跟他擦出什么火花了。属于我们所谓的回忆，就在枪口一刹那的那火花闪耀的时候就停顿，趁热永别了老婆。最快可以上车的方式，赶时间就只能用这个方法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赶时间就只能用这种方法。没有，没看过，没见过。你这么急要干嘛？我完全没有见过一个头戴花夹帽、灰色头发、白色衬衫、灰色包包的少女经过。灰色包包？你怎么知道他背灰色包包？不是，我是说我背着灰色的包包。你怎么跟他有个一样的包？因为先存档。因为包包是他的，他躲到草丛里面，酷宝又被打死了，搞不行啊！因为我是女人，我是女人呐！啊？什么？你是女人？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货真价实的女人啊！包包是今年流行的款式，是女人就要入手一个。可是我在街上很少看到女生背这个包包哎，因为你遇到的女生都是不懂时尚的土包子啊！我不相信，你能证明你是女的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三小，存档一下。为什么会有这个？这不是，就是那个宫田的那个田宫的那个模型胶嘛，还有显示卡，这不就是那女人的照片吗？没错，是的。你为什么要她的照片？你把我插在多少层后面？啊哈哈！靠背，没有东西是正常的、啊。这个好，显示卡有什么问题？
明拿出来的名字是独立显卡，怎么证明你是女的？不好意思，其实包包主在哪里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我们选三看看，三应该是一样吧？口供模型七，好啦，这个也不行啊，每个都选过了，都不行。二是遮瑕膏，我知道遮瑕膏，我想看看选这几个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哦。可是为什么他会带这种东西啊？啊，这是粉底液啊？没错啊，因为我是女生啊。那你知道粉底液有什么作用吗？粉底哦，打粉底是怎样？粉底是干嘛的？遮瑕、啊。这是应该是定妆液吧？啊，这个我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嗯，回答正确。看来你真的是一个女生，没错吧？我是100%的女人啊！好了，打扰了这位小姐。哦，总算逃过一劫了。老婆出来吧，她已经走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她走很远了。来，包包顺便还你啊。归还了老婆的包包。你不用挡住啦，她真的已经走了啦。好可爱哦，这样挡。还是有点不放心，放心吧，现在旁边半个人影都没有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原来天狂是女的 ，Oh my god！ 天狂是妹子，谢谢你天狂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啊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啊，这种事情太小儿科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有人想追杀你啊？这个你还是不要问了好吧？为什么不能问？因为感觉说了你也不会相信，什么情况、啊？嗯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就在最近，太空中有一颗陨石向地球驶来，这颗陨石可以说是相当的庞大。如果撞上地球的话，我估计地球基本上都接近毁灭了，人类可能会被消灭95%，情况十分危急，所以。到底为什么有人追杀你啊？我还没说完啦。好吧，你继续。那颗陨石我已经确定100%会击中地球了。可是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事情？因为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。但是由于是机密，所以他啊，而且我现在也成为了被追杀的目标。没事的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那这个是鼻水还是泪水啊？真的吗？我去哪都我去哪里都保护你。我在说啥？谢谢。没事，反正我也很闲，无家可归。之后你去哪我就去哪。真是十分感谢你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啦。反正现在也没事啦。那么我们之后一起逃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好像踏上了奇怪的道路。对了。这个拿给你防身吧。为什么一个粉红小手枪啊？手枪？而且这个粉红色是不是很少女很好看？这是真枪啊？对啊，给你防身用的。里面有子弹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真枪哎、欸！刚才枪声好像有点大，好像是的。有人从这边走过来了。还说你们两个不认识？不要当工具人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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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没事开什么枪啦？你别过来啊！你想怎么样？你把他交出来就放过你，不然的话我连你处理掉！不要！不行，我保护他！管你什么事？我们必须把他处理掉！你们已经把我爸爸逼死了，你还不愿意放过我？对啊，你们怎么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女啊？那就没办法了，我只好把你给干掉了。你别过来啊，不然我要开枪了！哈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？兄弟们出来！我靠，复制人哦，全员秃头中。请问这边是高雄市吗？没办法了，看来只能硬拼了。Reload! Somebody help me!
三小，你干嘛了？不要来乱了、啊。你干嘛了？初音。兄弟也太多了吧？我们赶快离开公园吧。好的，但我们要去哪里？到前面大马路上吧。不好了，竟然连马路上都他们的人。好多人。没事，这边交给我吧。杀人啦！Shotgun, heavy machine gun。屁嘞！你在这边乱什么啦？为什么有个裸男啊？到底是怎样？大家为什么没穿衣服啦？穿衣服会说怎样啊？你看，那边有一辆，那边有一辆好像摩托车没有锁啊，我们用它来逃跑，完全没问题。但是我还没考到驾照哎、欸，而且我也没开过摩托车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会开摩托车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！我靠！不好了，他们在后面追上来了！我车也太长了！你怎么在车上啊？是怎样啊？到底是干嘛、啊？到底在干嘛啦？还乱几点？滑鼠刚才突然卡住了、啊，应该是被可可弄到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滑鼠都已经有点秀抖了。我们好像已经甩掉他们了，找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吧。摩托车的刹车好像坏了，什么？那怎么办？坐稳了！哇！要掉下去啦！啊！头好痛！天已经这么黑了吗？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等等，老婆在哪里？老婆，你在哪里啊？老婆？踩着老婆，好了，我们先存档了，等一下我们继续玩好不好？这游戏强爆了！这游戏谁做的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笑死！那个天狂是你故意取的，还是他摆那个天狂？他摆那个天狂，没有啦，当然怎么可能？当然是我取的啊！马，你知道马子说这是谁？哪个皮粉做的？没有，他说里面那个人很像你，哪里像我？一点都不像我，好不好？说没穿衣服那一个。没穿衣服哪一个？没穿衣服的那一个。哪有？哪里像？妈一直在问我说：“不是吧？那应该是 Steam 上面的游戏。”对啊 ，Steam 的游戏。